心里都有一个希望，希望能够有更好的生活。竞选影片中感叹高雄变漂亮却无法带动观光，用低层嗓音诉说高雄的困境。他是无党籍高雄市议员候选人杨振成，也是裤子公司跟饭店董座，四处拜票始终难让人留下印象。没想到穿着削肩晚礼服，皮肤白皙，五官立体，一张瓜子脸，身材面貌姣好，她就是杨振成的女儿。出现在脸书粉丝团专页拍全家福宣传照，引发网友暴动，喊岳父好，爸祝您高票当选，请问号码牌还有吗？哪一区的？我现在立刻迁户籍。那个追那个垃圾车哈，很多欧巴桑都看到我叫我亲哥，那我很开心。杨振成女儿叫杨怡婷，22岁，身高164公分，就读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流行设计系，有空灵美飘着仙气，难怪掀起一波任岳父潮。但网友可能要失望了，因为名花有主。跟那个韩冰比起来，谁比较正？我觉得韩冰也很漂亮啊，很有气质啊。那你选一点，你要选谁？我选我女儿。正妹女儿加持，知名度大开。接下来竞选总部成立，女儿还要特地从英国飞回台湾。只是小港前镇选区超深绿，无党籍身份不好选，而且隔行如隔山，大老板跨行选民代不容易。选战最后阶段选择打出美女牌奏效，也让选区其他候选人倍感压力。记者陈胜彦、王书宏高雄的。